那这边到底有没有人要装啊？这根哪位有没有人要来装？哦，有啊。哦，这样还终于把电都移到那边去了。好啊，哇塞，哇塞，那这边是员工休息室，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东西，他们已经可以开始进来休息了。不过我就给他们一些东西吧。他们需要的是宽的沙发，宽的沙发的话，这里的空间真的是蛮大的。就像这样吧，然后放两台电视给他们，给他们去看。然后再来，他们其实电视不是他们需要的东西啊，他们需要的是饮料机啦。那这边可以进来，你为什么要从旁边这边进来呢？好了，饮料机要来了，装起来之后这边就可以成功了吧？我饮料机已经装了，你这边怎么还没有？哦哟。终于是好了，还有一台，奇怪是上面这扇门起不了作用吗？两个饮料机哦，那就让沙发再多一点吧，看他们辛苦了，这边再放一组吧。打撞球，给他们打一下。OK，这个有没有来帮他开门的意思？结果居然是下面这一个来帮他开门，而且还得先把他挤开，他才能够来帮他开门。哇，真是够了，真是够了，这个真是够了。我点不到那个监狱门啊，我一直点都是那个灯泡啊。我就想我自己手动来把它给点开，结果每一个人都卡在这边卡死。哇，那工人想拆好像也拆不掉了，因为所有人都卡在这边了。你们可以先滚开一下吗？谢谢，请滚开好吗？滚开，滚开，不要再自动储存了。那我只好先把墙旁边的墙先拆掉啊，受不了了这边，我的天啊！这边的垃圾还不肯收，然后门就一直在那边动。Oh shit！这里的种种 bug 已经让我快要搞不下去了。然后这个家伙又卡住了，哇靠！你们就寻个螺会这么容易卡吗？哇塞，这边又是这个样子啊！救命啊！这些 bug 可真的严重啊！这个又卡住了，这个帮他开门，但是他又卡住了。哇！结果有了这些警卫之后，我还是得自己手动来调整这些门啊。
啊，这边墙壁都没了，你还是会卡，哇操！哦，不管了，我还是得把墙壁先补上。这边有员工休息室，不管怎么，这边有员工休息室啊！啊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！各位观众你们，各位观众你们还看得下去吗？还看得下去吗？这里的 bug 也实在太多了啊！然后这个又卡在这边了，那他们只要一累，那下面写的 tire，他们就一定会卡。我已经快要受不了了，我快要发疯了。不过我想，我就最后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把容量给弄到500人，其他的我就不管了。其实我想，我不用太在意那个什么，所有个人都来工作了。我想，真的就是。我如果能够就是安排的好的话，就让他一下子做这边就是一小区块的话，那他真的不会所有工人都冲过来。尤其是我现在工人有这么多的话，那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哦，我的电线的话，目前安排了这2条在这里，那就是说，那这边的灯泡目前都还有办法接到，可是我到时候如果这边的墙壁都弄起来之后，可能就接不到了。我们可以来试验看看啊，不过当然，那之前我们就先装个大水管。大水管，直接延伸出来吧，直接延伸到底了。啊，不要，当然是要分区块来。哇，直接延伸到底就不得了啊，所有工人又都冲过来了。啊，这边的大水管就只差最后一根啊。啊，大水管的部分已经到了这里来了，然后就是小水管要把它给放下去了。小水管来吧，看这两根哪一根会装上去哦。好，那就插哪一根呢？再来的话，盖墙壁啦。哇，香烟还被丢到地上，哈哈。而且为什么在这边尿一滩尿呢？他被抓到有香烟之后，就在这边尿了一滩尿。这在搞什么？员工休息室，好的。哇哦，这边弄起来真的是，太佩服我自己啊！太佩服我自己啊！这边居然把它给弄起来了，上面弄起来，下面也弄，到最后的话，这边可能哇，这边要弄，这边要弄，都弄起来。他们待会就是吃饭时间了，所以尽量不要让工人就太多都在做这边的事情。哦，果然，这个墙壁一弄起来之后，这边中间的灯又不亮了，因为它的电已经拉不过来了。其实有很简单的方式可以解决的，就是我只要拉一条从这边往上面拉就可以了，我只要拉到这里来就可以了。真的可以解决掉，
那这边都先拉一下好了。对啊，其实中间只要拉这样一条，我就可以解决掉这边一些电力没有的问题哦，而不用从这边直接拉一整条出来了。嗯，是说那样拉起来会感觉比较漂亮一点，比较漂亮一点，而且也比较容易管理的样子。不过像这边还好像这边还有交错，有点感觉错综复杂的样子。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省事的方式啊。天呐，这边终于都把它给弄起来，然后这边稍微应该是可以把墙壁的地方都先弄好了吧？哈哈，哇哦，哇哦，我的天呐！墙壁的部分，OK，这给弄好之后就完成了吗？这种还留一个？哦，这边还没有，这边都还没有。OK 了，可以了，我可以开始可弄了，复制一下。这上面都复制下来吧，门口朝上的都来吧，门口朝上的到这边了。OK，把那边都安装完就好了。然后也是得安排一些人来这边那个巡逻的，开始安排吧。好，警卫一定又不够啊！再多请10个警卫吧。好，等这边的话都安装好，马桶 bug，滚！哎，马桶 bug，滚！看他们这边还会不会有那个马桶 bug？不会了，那都安装好嘞，都安装好了，那就再找警卫过来这边巡逻吧。好了，我天啊！警卫可能真的不够，还是得再多请80个警卫了。80个警卫，哦，自动储存，哎呦，不要宕机啊！OK，现在有80个警卫，40个工作，40个，哦天啊，这边加这边40，180个。180个，再加其他的加起来，员工都快有200个人了。员工都快有200个员工了，我的天呐！员工数量已经比犯人要多得多了。这边一大堆灯泡都放在这里面哦。奇怪，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卡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你还可以卡。好了，那开始安装一些门吧。
安装个门都可以卡 bug 的，真够厉害的。这边还有最后一扇门，它刚刚是卡 bug 了，那个工人又在这边左晃右晃了，那就是插这一扇门把它给弄起来吧。OK 啦，天呐，速度放慢，谢谢。然后最刺激的一刻到了，我得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弄成是。监牢区，监牢区，应该都没问题啦。它怎么还是三角形呢？OK，都可以，都可以的，没有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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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最害怕的一点是什么？就是他把这个这边都弄起来之后，他会不会把犯人都转移到这边来？就算我没有接新的犯人啊，但是他如果说把旧的犯人还转移到这边来，那就不妙啊。虽然说我还是有人在这边巡逻了，那不论如何，目前容量有慢慢在上升当中啊。动作快！哦，好卡，好卡，好卡！500人了，500人了，500人了！我的容量到500人了，我点开这个会有危险啊，所以请容许我先储存一下。500人，500，普利神教会啊，先储存一下啊。啊，你存快一点啊！你存快一点，不要存到宕机去啊！OK，存完了，我到了500人了。Oh my god，这个点开来看一下，然后我要点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要看这边了。哦，没了。哎，可是他说有一个隐藏的，他那时候还有一个是隐藏着的哦，我这边已经全部完成了，总共是500人，然后他说有一个隐藏的，那我不知道是什么了。总而言之，我这边已经全部都达成了，所有的目标达成，就算这边没启用了，而且这边要启用的话，一定也是要有一个食堂的，不然的话，不然就是我得控制我所有的犯人数量，不管怎么说，就算他们被关到这边来了，还是得到这边来吃饭。那不然的话，我如果犯人也到了300、400个人、500个人，那这个我绝对是跑不动了。我没有那个自信，他可以跑得动。所以，就算人被关到这边来，也是让他们来这边吃饭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也不挡了，我也不挡起来了。挡起来的话，这边扫地的这边又不知道扫到什么时候了。哦，就是这样子。总而言之，我看我这边的状况是都很好了，因为。我已经有22.3天，已经完全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了。然后这边我基本上也没去改什么东西，我全部都是在这边搞，这边盖东西、盖东西、盖来盖去的。然后工人的部分也许可以解聘掉一些了，工人的话可以不用这么多了，因为看来已经不是那么需要在工人在做那么庞大的工作了。顶多就是这边这一条还要再把它给弄起来啊。啊，不管怎么说呢，我的这500人监狱。就到这里就好了，那这个系列也就会在这里完结了，自动储存了，没有关系哦。那就是说，如果大家有意愿想要看我把这边都弄起来，然后也让犯人就一直开着，让犯人一直进来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说一下。但是我要看我未来的心情以及有多少人想要看下去哦。如果很多人想看的话，那我当然我就会做下去。如果没有人有在意愿看下去的话，我大概也就这系列就到这里就终结了，所以这个基本上已经这一集就完结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可以算是成就的地方，我已经全部都完成了，
Cell block B C D E 全部都完成了，还好它没有 F 哦，不会让我有喊出那个 far 什么东西的，不会让我喊出来。OK，那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，我们能看到这里，大家也一定很辛苦，对吧？啊，其实也还好啦，因为我中间会剪掉一大堆。啊，我们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系列再见了，拜拜。